五一节连休假期，苗栗县调分市农会时间非常严，系行业杀期。因用农业天然拜托，会同罗岗中年做盘，比到爱农村各种的后生的，每条街也都用的回馈杀费。调分市农会就几百个，因内列的时间常年行业杀期拜托，除开调分市因为杀期也错，农会就准批的接铺菜也拜托，爱阿伯帮阿伯婆又好料又好拿，有一个过充足的假期。猪健康的时候要请阿公阿公吃，好不好？好。看阿伯说阿伯婆跟婆婆整理好势，调分师农夫的时间长年，是哪群的跟婆婆今年红的度？表一段时间要得婆婆就做在哪里住，沿规划为婆婆同。我们的农民非常有的智慧呢，他把它做农产品做手工艺的深加，做出加工呢，然后一方面能保存，一方面能因应在我们比较少的时候呢，能够来提供我们的做一个食用。排出差不多30个同学，用时间去到调分师因为杀气的土笋头八公下的苗盘方，时间长年来做一年笋呢。我同退休的阿伯公阿伯婆做盘，每来天阳农村发通。阿婆啊，还不说那个字，阿婆要煮的也是太好了。今天第一次，能体验到，感觉很有趣。我要捶一捶，再来我要捶一捶，轻轻捶呀，轻轻捶，轻轻捶呀，轻轻捶。接不出错句话，没袂缺。时间长年，每同一条老人家来按摩，安尼就唔会按缺嘢。按神奇的法通，每季有意义。我一条装备嘅连续假期，每有位规划为回忆。南北条分市农会，每位持续规划长年行业杀期，为大丰富通来认识传统农业。下个新闻总之咪苗栗报道。